基隆市议员蔡旺莲在总质询时指出，有报道说明年九月份 U-Bike 自行车要正式引进来基隆，如果是真的很接地气，会有很多市民按赞。有一里去参加，他们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U-Bike 没有自行车的这个活动，他都在跟新北市合办，总共合办了13届的，我去参加过两次，就是他们都集合在国泰医院那个地方哦，铁马节啦，铁马节就卡梯背啊，从那边然后到友瑞里面去转，然后转到堵南里这边，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一种活动的这个必要性很普遍。那今天市政府有这一个案子在推动哦，真的很多市民哦会为我们市政府按赞。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这个热烈的回响，这个真的太有必要了。那个市长，你能不能给予我们更详细的补充，好不好？不过市长谢国梁答询时表示，他有跟交通处长谈过，那个报道还需要再补充。前几天有跟我们的王处长有提到一些共享运具的进度，我有跟他说。我们 U-Bike 有确定要进来了吗？因为 U-Bike 是一个很明确的，不只是共享运具，而且是一个厂牌。那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报道上，我们还有必要要做一些补充的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致力于引进共享运具到基隆来，但是不是一定是 U-Bike 那个企业最后会得标？这个我们还要再评估一下，这个程序都在进行。倒是我们认为，或者是我个人认为说，共享运具我们会从我们的共享机车，也甚至从我们的青年公益电动机车的这个计划，因为也有既有的预算了，会来去着手。所以呢，未来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有这个月费制的。那是私有的，但是我们也会提供共享。那当然我们在提出共享的同时，一般的市民朋友一定也可以用的，只不过青年因为随着我们这个计划，也许青年有青年的方案等等。因为是否引进 U-Bike 还要再评估，因为共享自行车的思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其实不太一样。市长，你刚刚提到的是比较偏重于共享机车的这方面，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的 U-Bike 共享是不是比较容易去执行 U-Bike 这一方面的？因为来自外县市，然后甚至骑到我们本市来的很多黄黄的那种，是吧 ？U-Bike 那种，那个是不是处长？那个是不是来推动会比较方便、比较实际，然后需用量会比较大一点？比较普遍性一点，是吧？你说呢？好，那市长你再谢谢这个，请容我先补充一下。我在上任前，选举后上任前，我就跟着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叶匡时前部长去 U-Bike 这个公司考察。那我就基本上我就想先求有嘛，所以我就跟他探寻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方案，就是先让我们有一些台，然后大家慢慢骑，慢慢骑，慢慢增加用量。但我发现这些共享机车的共享这个脚踏车的思维跟我们的想法其实不太一样，他们就是要有规模的进入到某一个城市，然后要收取蛮高额的营运费用。那这个蛮高额的额度是相当高的，一年甚至达到好几千万之多，光是营运每年的营运费用。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上，然后基本上它有 2.01， 就是有动力的，对于爬山丘比较有帮助。但是一般的原来的那个 U-Bike 是基本上就是一般的脚踏车。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跟议长蔡议长你这边来报告，然后我们再来找寻基隆的适合的方案。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包括他还有